我叫林朝金，啊，我住分林虎尾，啊，虎尾是一个布袋戏的故乡。啊，我做神像雕刻啊，有四十几年。啊，我做这件是迄个三十个新将啊，李元帅。啊，李元帅吼，因为我的特色就是讲，我较喜欢刻带起来。啊，带起来就讲吼，伊重视迄个五官啊，体态啊。伊是徛西，啊，伊的迄个腹肚是琉璃肚安尼，吼，啊，我做这件作品，因为我尾啊，就拢转型当代艺术创作，欢迎大家来三义博物馆参观我的作品，啊，李元帅。